老板，嗯，今天是我最后一天在公司上班了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你不干挺好的吗？算命的说咱俩八字不合，不利于我未来的发展，我不能干了。八字不合啊？对。可你听哪个半仙说的呀？干啥你啊？行，走呢，我放你走。但是走之前，我能不能问你个问题啊？问题？行，你问吧，反正我都要走了。你的生日是哪一天来着？13月14。13月14啊？看手机，手机，嗯，这，哎呀，老板你这，你多高来着？我1800厘米。1800厘米，明明1.9，好不啦？来，再看手机。哎呀妈呀！哎呦，老板你这，哎，你多大来着？哪一年出生的来着？我啊，到现在12000多天。12000。行，好，再看看你手机啊。这，哎呀，老板，你这……那咱俩现在合不合了？你还走不走了？不走了，咱俩就是天生的一对儿啊。老板，那个我妈一跟我说了，说咱俩八字不合，也不利我发展，我也不干了。我也觉得咱俩八字不合。是啊。行，那你别干了。不是，哎，老板，滚！不是老板，我还想骗我钱。